来，干饭吧！今天收成怎么样啊，嘉俊？啊，这田野的收成还……我们家三亩地今年收了差不多七那个三千斤到三千斤，然后去干了之后，大概打成米的话，大概也就一千多斤米吧。嗯，那你呢？你们家收成怎么样？我们家颗粒无收，所以我在认真你。那你们家收成怎么样？这不都我们家的吗？叫地主。你躲啊！我看看你喷吗？哎。新的一年，恭喜曹老师，那个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祝我哥哥大红大火，祝丹总越来越美啊！祝龙哥新年新征程，越来越牛。来，红包发起来！红包发起来！你不祝我一下？半年了啊！半年快乐，今天是半年快乐。别吃了，半年了还吃，新年快乐啊！祝曹老师新的一年啊，身体健康，好吧？早点睡觉，表演。给我那个半年，新的一年啊，家庭幸福啊，是吧？一家人幸福。那你呢？再拜个年给大家。祝大家新年好心情，挣钱。仪式感弄出来。快点，好可以了，王哥来，祝大家发财，我王哥，红果，来吧，王哥唱不了，给他们唱自然曲，龙哥蒸蒸日上，哎，大红大紫，好嘞，我过。姑娘哥依然延续下去，好，好，来，哎，我还没说完，我还没祝呢。快，你们家啊，过了，来吧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
时候，这顿饭鞭炮声音和这个歌，我们是在中央广播电视台1号演播大厅里吃的。然后我们在华人街里吃了这顿饭。饭要上桌了。来吧，我们给镜头面前放饭年吧，来，来。我们这里是富龙飞团队，我们来给大家拜拜年了、啊、这里是富龙飞团队，我们来给大家拜年了，祝大家新年大家好，这里是富龙飞团队，我们给大家拜年了，在这里呢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我祝大家在新年一年，在往后的每一年都身体健康，平平安安，来，祝大家笑口常开，恭喜发财，学业顺利，青春永驻，行事，青春永驻，一二三，新年快乐，真是不吉利。